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像有说过，我们男生来购物中心实在是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们不逛街的。没有啊，其实我觉得我是对这个中心，这个购物中心，付出了很多的。付出了，走进去不知道几万块澳币又不见了。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说些不开心的事情。啊，还是努力赚钱吧，努力盖房子。对。Hello, Ivan. Hey, Jerry. 好，我们现在人在太平洋购物中心，我们身后就是 Pacific Fair 的招牌。那很明显的，我们这个就在这个太平洋购物中心。那我们今天要卖的这个项目叫做 Landmark。那 Landmark 这个项目，它就在太平洋中心的隔壁，就其实是在后方啊，但是后面那边就整个都是基地。你也看不到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在这个你只要看到这个招牌，基本上你就已经到了 Landmark 的这个基地位置了。好，那请艾文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附近的生活机能。这边其实它你要实际来讲的话，你可以说是 Broad Beach， 也可以说是美人鱼迈阿密那个 Mermaid 交界处边上。具体地址到最后是写 Broad Beach 还是 Mermaid 还是有在。就我还不知道，对，看他怎么写。然后呢，但是无论是 Broad Beach 还是 Mermaid 都是一等一的好区。是啊，就所以就有的人是很介意我这个是好区跟坏区中间，就好区跟普通区中间，就好区隔壁不会是坏区，普通区中间啊，这里是有两个都是好区，所以无所谓，怎么写都不会掉价。那其实我们这边过去了大概500米就是太平洋，所以这一栋楼我们盖起来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多特别的遮挡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叫二线海景。一线海景就是像Meriton 的那一栋宁海的看过去的，这栋好像不是 Meriton， 这种是一线海景。二线海景呢就是在这边靠后一点点的，往后面挪一点点的，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地价会相对低一点点也，但是呢就因为它这边的规划它不会盖很多，就都是在盖那种公寓，但是它不会盖很多很多的公寓，所以它不会完全遮住你看不到那个海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讲一下商圈购物的问题。从那边走过来，我们刚刚走过来可能就大概3分钟5分钟就能到 Pacific Fair， 然后还有那个赌场都在旁边了。如果说我要走到海边也大概是5分钟的距离。而且在这里呢，最近我要说一个，就是昆州政府实施了一个，好像是8月1号开始用你的 Go 卡去做公共交通，只需要50 cent。 很好的福利政策，很好的福利政策，就不管你是不是公民，它都是50 cent。 OK， 只要你拿这个 Go 卡。那我们提到 Go 卡最主要是因为刚好对轻轨站的终点站 Broad Beach South， 那现在这边又刚好有看到一个新的这个站，但名字还没有定，因为这个就是轻轨站第二期继续会往后到机场去，这是到黄金海岸的机场。是黄金海岸的机场连接到这里，然后接上我们第一期的轻轨，也会经过格里菲斯大学、大学医院，就各种最繁华的地区。黄金海岸的轻轨站重要的景点、重要的地点都可以到达，然后到 Helensville 火车站的时候就继续往北接到布里斯本机场去。是的，就换乘那个火车到布里斯本机场也可以，你往回跑去 Robina 那里也可以，就很方便很便捷了。这边也是很适合做 Airbnb 短租的一个项目啊，因为这边就观光地区了。是的。其实我觉得住这边也不错。如果是住这边的话，学校呢？学校有哪些著名的学校可以？著名学校哦，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里是不是那个 Broad Beach State High 的学区。理论上哈，应该是 Broad Beach State High 的学区。我这个要容我有口误哈，我要去查一下，应该是，因为它刚好卡在边界上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这个是这个学校的学区呢，那是很幸运，你的公立的排名非常的高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著名学校这里比较近的应该是 Trinity，
还有 Allsing 也没有很远， Allsing 也蛮近的，就是在附近，就是说中等以上的优质学区了。对对，我们说的六个 S 其实都有了，什么的 shop 啊、school 啊、station 啊，其实你想得到的，基本上你就在最里面了。所以我觉得Landmark 这个项目应该是很，我其实大家都期待了蛮久的。是，终于开盘了。终于开盘了。那它这个项目呢，总共分四期，总共有分四栋。那我们第一栋开卖，那之后第二栋、第三栋基本上都比第一栋还要高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可想而知，它越卖越贵。所以第一期如果想要首先踏入这个黄金商圈的话，资料我们会后补在我们的影片上面。那有兴趣的观众赶紧跟我们联系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。好，拜拜。你要点点像密码。这样方便。Thank you. 你是买给你老婆还是？没有，我没有买给任何人。有没有买给任何人？对。哇，是他自己要来的。哇，这个没有克制力，一进来你真的要来 shopping 买东西的话，很多东西可以买，有没有很多？基本上都有吧。基本上都有了。对。这边是昆州最大的购物中心了。商场对。哎，就在这边了。太平洋购物中心，然后旁边就是那个 Star Casino 赌场，对啊，所以你来这边旅游、赌钱、shopping、购物、吃饭，这边都有，高级餐厅这边也都有，对，都在这边，对啊。走进去不知道几万块澳币又不见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说些不开心的事情啊，还是努力赚钱吧，努力盖房子，对。